吃啊，你吃啊，差不多了。现在不打抓鱼好吧？鸭子明问你在，问我们在哪？我不这么晓得，我这么文艺是吗？你不关心他，我不跟你们聊。喝酒咋了？两年都不知道没有聊。两年的第一个是年货哈。这羊肉不好，这羊肉怎么样吗？是吗？